在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旗子。悬浮车有一个功能是自动驾驶，声控系统能识别人声并开启自动导航。导航回家。它能根据自身行驶速度和周围车辆的距离计算出最安全的行驶距离，可能发生危险时汽车就会自动刹车。我真的为我们孩子感到自豪，他确实有些与众不同。